嗰一講2013年嘅 log 啦。嗱，你見到呢啲方程咧點樣揾個 y？ 咁你見到有兩個等於咧，其實我哋咧可以分做咧，其實兩條聯立方程嘅。如果你想自己試咧，你就撳 pause 暫停呢個短片啦。x 減 log y 就等於二，即係將呢個等於二。咁然之後咧，同埋呢條式啦，咁你呢個調過去，呢個調過嚟交叉走位啦 ，x 減二咧就等於 log y 啦。好，咁呢個 log y 呢個 log y 二次啦，咁呢個二咧指數咧就可以拖喺前面 ，drag it out 啦 ，drag it out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寫做咩咧？就係 x 二次減二 log y 減十就等於二，將呢個 log y 變成 x 減二。嗱，代嘅時候咧，呢度有括號啊。咁啊，負十減二就負十二啦，負十減二。咁呢個就 x 二次減 2x。負二負二正四，四減十二負八啦。因式分解佢，負四同埋正二啦。負四乘正二負八啊嘛，負四加二係負二啊嘛。咁所以 x 咧等於咧四或者咧負二啦。咁而家問你 y 係咩喎？咁你就係話 log y 就等於 x 減二，所以 log y 就等於四減二或者負二減二，係啦。咁即係話 log y 咧就等於二或者負四啦。OK， 咁而家問 y 喎，咁點咧？我哋好似捽牌咁，捽捽捽捽捽捽個十出嚟，即係個底係十，哇！粗得滯支筆，咁好似頂頭錘咁一頂頂過去，所以咧 y 咧就等於十嘅二次方，呢、這個變大，呢、這個變細，頂頭錘，咁所以咧 y 就係一百啦，或者咩咧？十嘅負四次方。即係等於一 over 十嘅四次方，十嘅四次方即係五個零啦，就係咁啦。